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昨天在拼刀刀下单一台苹果十三 256， 那速度是相当的快呀。昨天下单，今天就到了，根本不给我考虑的时间。看来这个苹果十三真的是卖不动了，像华强北这么敏感的地方都给发货了。为啥要买这个机器呢？那是因为好几个老铁自己不敢去买，让我去拼刀刀去趟趟水呀，看看有没有毛你。昨天5550下单，今天咔嚓降了100。5450，再次强调一下，兄弟们，拼多多的买机器一定要认准官方旗舰店，并且他这个不是说你下单就能发货，很多情况下都会被砍单，也就是说这个价格你能看得到，但是不一定能买到机器。说到换新机器，苹果肯定是首选，不仅自己用起来爽，当礼物送人那也是满分的选择。虽然现在买旧款折扣大，但是毛哥还是推荐买新款的苹果十三。咱们来看看这个机器的外观，毛哥一眼就懂这个机器绝对没有问题。原封的包装，序列号咱们也来查询一下，查询确认未激活，安全下车。也就是说这1000亏100，我的心态可真是崩了呀，兄弟们。咱现在去华强北看看华强北的价格，华强北其实目前我都不用看，我知道肯定比拼多多的要贵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为什么拼刀刀这么便宜？那是因为拼刀刀的拿着广告补贴，补贴到手机里面去了。现在是亏钱卖手机，华强北的价格给你补贴个几百块钱。这套路在于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给你发货，也就是挂出来一个价格，让你能看到，不一定能拿到。而华强北这边随时都可以拿，简单粗暴，没有套路。不过拼刀刀的价格确实是便宜，能撸到的可以偷笑了，但是想撸过来转手换钱的确实是有点困难。不要问我为啥，那是因为差价太小了。